大家好，又来到大澳洲小伟的频道啦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何不来去泡个汤，把自己煮沸了嘞？今天就前往川汤温泉，位于北投，它是活火山的硫磺泉。哎，天气冷冷的，哎，意外的发现我家离北投其实还蛮近的，大概三四十分钟就到了。晚上再走个西滨，配一下就到北投啦。哎，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边泉址哦，主要有青黄泉、白黄泉、铁黄泉。那青黄泉比较特别，因为青黄泉好像是日本那边才有，日本秋田县吧，秋田县那附近的啊，你在哪？反正我泡的是大众池，脱光光的，哎，脱光光照 X 光，你看晚上排队人潮架你要追了，有妹子啊，有帅哥什么的，看到那些就知道他们都在排个人风旅，哎啊，我不用。昨天泡一个太爽，泡到凌晨三点，隔天还想掉，起床吃一下，吃完又想睡，这是什么猪公行程呢、啊？我老婆说、啊、你再不去都麦奇啊，我这就出门，马上出门，等我煮晚餐。哦，今天钓鱼比赛哦，人够多啦，钓鱼比赛。各位朋友，看到拄只迄个办事，你感觉今仔啥款？拢无位好坐啊，拢摆满啊，每一空拢差一个人。我只好去这个正面的所在慢慢舞，慢慢行。哦，迄钓到足艰苦啊，鱼仔拢看会着我，我嘛看会着伊，两眼瞪大眼瞪小眼，两眼瞪四眼五眼六眼八眼。哦，足侪目睭伫倒看，看我当时的巩固，我嘛知迄鱼仔。地下骹遐熟，一定是足歹钓的。啊，下骹热啊，拢无鱼哦。啊，你看即摆水果你退，水现在退，人也要进啊。你退我进哦，你退我进啊。搞战斗蹲姿是想哎、欸，我们朋友看者，什么叫做诈欺组的？哎、欸，诈欺组的，诈欺的啦，迄苦嘞拢是细尾，哎、欸，互伊感觉足大尾。无啦，真正。高一点点嘛，尔高一点点呐，他那嘴边尔，因为咬了无水啊，我都唔敢吹。你咬了，迄刷落去，规支规个嵌落迄种，我就足敢吹的，这种我唔敢吹，因为含着尔，含着尔。啊，我搁伫倒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只鱼仔直直伫遐整，遐海头，蛮海山弯哥的，我就母汤母汤，哦，慢慢倒起来就好啊。啊，今天天气袂歹啊，天气袂歹啊，就是唯一的问题点哦，就是哎、欸、人太多，鱼太少。哎、欸，其实也不是人太多，哎、欸、是鱼太少。那是最受牵啊啦，啊无一寡较好的所在，你可能钓袂到去。啊，你要钓正面一点的树啊呢，较骨力啦，刷位的，慢慢进，慢慢进，唔好一概进个底，你一概进个底，鱼啊就唰一下，就拢喂塘啊，喂塘啊去啊。哦，啊，山顶遐是有落石吼，哎、欸，你爱紧钓，那对面也有落石吼，迄鱼爱赶了中远来，赶了中远来，你就最好钓到伊啊，吼、哦，你看慢慢慢慢撩过啦，你也是过水的时阵，会当慢慢行，慢慢行，啊，会啥嘛先讲啦，讲一球、两球、三球、四球、五球拢会使，因为头仔食足粗的，迄本来下较济，迄头仔食。SRD 也吃足粗，因为你要夹落是规个地毯的铺地感要很重啦，你若铺地感无重，你一挂鱼啊根本吃袂饱，而且伊刚刚吃落下迄个 moment high next moment， 他会吃会咬而已，过了那个 moment 就袂夹。然后我今天在泡水哦，就想到说昨天泡那个温泉哦，松歪歪松歪歪，啊，今天泡这个冷冰冰冷冰冰，啊，是不是今天暗时我又走一撮，又去泡一届嘞？啊，我想想算了，有鱼也好钓，唔安尼挥泪哦，又钓鱼又泡温泉的，啊，带人讲这个人在过来要送，哦，我们不要过太爽，会惹天妒，
人愿，啊，我们钓个鱼，轻轻松松的玩一下。今仔无大尾啦，嘿啊，所以我打算吼、哦、快转直接到结尾啊，拢一挂细尾，拢足够水的。但是，这就是主场嘛，加减拢有啦，笑话是一定有的基本款啦吼。啊，酒宾啊，酒班啊，台语叫叫酒班，国语叫十班，一个酒一个十。我也不知道谁想出来这笑话，可能只有我听有啦。哦，九班十班，九条好汉在一班。哎、欸，这尾拄仔是毋钓过啊？还是我迄钓两届？哦，下个嘛就是正又伫遐正的啊，正了感觉嘛是无讲介好，今仔水收清啊，水若清包场，你今仔就套到啊，你有机会钓到40个啊。水若清，你若毋是包场三四个伫遐拉，你可能今仔。卖拼卖讲的就好啊，拼无讲的，真正拼无讲的。啊，他妈区我钓过上面顶的，就是迄、那個、上面顶的一偌高，啊，佮中央嘛一偌高，啊，佮迄个方形的平台石头，面顶会当困中岛的，遐我嘛钓过几尾啊大尾，所以这最下个所在啦，拢爱顺啦，爱顺啦，顺过你就知啊，啊，顺两个啊，你就看到啊，啊，今仔鱼货就是安尼啊。无讲介济啊，但是嘛是有笑话啊，因为我无倒两点外，这种自然醒睡到自然醒，钓那种自然醒的诶鱼啊吼，有来我就偷笑啊，这拢是送我诶，啊若无来吼，今仔就落屎啊，等去互阮某叫吼，即摆5:40来飞，你等下看我总等于厝诶吼，甲6:30尔。啊，真正唔敢煮啊，佮煮了食8点的，所以我用买。啊，今日就看到这啦。影片看到这边就即将进入尾声啊，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就帮忙订个阅、点个赞、留个言、留一个字也好啊，比如说赞啊，啊就不要隔岸四声就好了。啊，就放一首音乐给大家听，有洗脚的哦，仔细听。언젠가부터였을까기다림의끝에너를만났고모든게새로느껴져 Something in my heart 이맘전하고싶어 When you ring my valentine